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这一次参加Gucci 的活动，其实还蛮期待的，很期待去他的新店里看一下新一季的一些服饰，然后包括他新店的装修。我有种草他新出的一双小白鞋，就是他那个鞋做的还挺特别的，有点复古。契合的点是，我觉得 Gucci 其实它有很多的服饰是比较偏英式的，比较摇滚朋克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玩摇滚乐，那其实我觉得它很多服装是跟我的舞台风格是很搭的，包括我每一年的演唱会也都会有穿 Gucci 的衣服，然后感觉跟音乐是很贴合的，包括我私下的一些生活装也跟 Gucci 品牌的一些休闲的服装是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符合我生活里穿衣服的理念的，就是很简单，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亮点，然后来点缀吧。我今天穿的其实就是比较休闲一些，然后我的外套就是从正面看会比较简约风，然后也比较酷吧，就是很休闲又很酷。然后它的亮点是在背后有一个图案的刺绣，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镶了一些钻，然后里面 T 恤就搭了它比较经典款，然后里面有它的 logo， 然后也有一些刺绣。我觉得水瓶座的人就是自我，对世界充满好奇，然后有大爱。我今年是11月2号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场开我今年的个人演唱会，主要惊喜是它是四面台的体育场，因为体育场是会和摇滚乐是很搭配的，我是玩摇滚乐，然后开四面台呢就会更方便我在台上和观众互动，还准备了自己新专辑的歌曲，还有很多很不一样的造型。你知道你们跟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区别吗？天上的星星是小星星，你们是星星。11月2号来看演唱会，我们火星见吧。